欢迎继续收听《盗墓手札》，作者邪灵一把刀，演播紫金，精彩继续。《盗墓手札》第619章。豆腐和大黄鸭倒是没什么芥蒂，大黄鸭身手敏捷，八成学过拳脚。当然，现实不是武侠小说，去武校或者少林寺一类地方看看，就知道现实中的武功和小说里面那种一掌拍碎一张桌子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二人在地上扭打，我看着都丢人了，便自顾自闭目养神。这两天为了赶路，都在车上度过，没有去旅馆一类地方休息过，全去在车上睡觉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啊。难得豆腐和大黄鸭现在还有这个精神头。这会儿躺在地铺上，手脚舒展，别提多舒服了。不多时，我便也沉沉睡过去了，也不知豆腐几人闹腾到多晚。半夜时分，我被一阵雷声给惊醒了，起身一看，通过老旧的木质窗户，却见外面电闪雷鸣，刮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胡也是个很机警的人，这会儿已经站在窗口，见我醒来，皱眉说：“没想到会下雨。”对于要进山的我们来说，下雨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这不仅意味着接下来山路会很难行，而且雨后猛兽都会出来觅食，也随时可能有土崩或者是塌方一类事故。我说：“这雨明天早上应该就能停了，到时候再看看吧。”我俩被雷声惊醒，大黄鸭也跟着爬起来看，豆腐被吓了一跳，但警觉性很低，把被子往脑袋上一蒙就继续睡了，唯有懒货依旧趴着动都不动，睡得很香。我记得自己以前见过一本心理学的书，据说喜欢趴着睡觉的人一般都是很有能力和侵略性。如果这懒货真如大黄鸭说的那样，在斗里就能发现斗外的条子，那只能说他的警觉性太高了。不过现在电闪雷鸣都不见他有动静，我开始怀疑大黄鸭是不是夸张或者是瞎掰。第二天早上，我们想睡懒觉也睡不成，因为这边天亮的比较快一些，而寨子里藏民也习惯早起，6点多钟天就亮了，寨子里就会很吵闹。我们不会藏语，而唯一的藏语翻译懒货则是懒得连话都不想多说，因此我们跟这户藏民没有过多的交集，只知道这家女主人叫做绛珠，是一个个子高挑的大姑娘，脸上挂着高原红，皮肤有些黝黑，但是能干，给我们准备了一顿藏族早茶。豆腐一边吃一边说谢，由于生长在汉区，因此一些简单的道谢汉话他们还是能够听懂的。藏民环境艰苦，我们当然也不是白吃白喝，自然会留一些谢礼。豆腐见绛珠走了，再咂巴嘴说：“藏族人民挺热情的，不过就是太小气了一些，咱们五个大男人就给这么点东西当早饭，我吃不饱啊。”大黄鸭喝着酥油茶就说：“东西虽然少，但是东西啊热量高，顶饿，你就别挑了。”豆腐吃完自己盘子里最后一点东西，见一旁懒货根本就没动筷子，而是坐在原地，脑袋一点一点小鸡啄米似的打着瞌睡，他便偷偷摸摸地伸出手，准备把懒货的食物据为己有。我看着都感觉丢人呢，刚想阻止他，却见豆腐的手快要接近盘子那一刻，一直打瞌睡的懒货忽然睁开眼睛，右手速度极快地扣住盘子里的糌粑，整个一块就塞进嘴巴里面，两边腮帮子鼓胀胀的，神情淡淡看了一眼偷东西的豆腐，一边咀嚼眼睛一边又闭上了，脑袋重新开始了小鸡啄米。豆腐愤愤地收回手，嘀咕说：“吃吧吃吧，噎死你。”紧接着他压低声音对我说：“
我看这懒货八成是装的，总有一天我要让他露出真面目。我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呀，原以为豆腐是有长进了，现在看来脑袋该抽筋的时候还是照样抽筋，完全不知道重点。这人看上去是个瞌睡虫，但豆腐连偷袭两次都被迅速反击了，这样的人能没两把刷子吗？我说你啊，少惹他啊。强强手下无弱兵，到时候怎么被玩死了都不知道。豆腐撇了撇嘴就说，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望啊？什么强强手下无弱兵，我看那是王八底下多乌龟还差不多。好，我不惹他。那你能不能……我知道他想说什么，立刻将我自己的盘子往右手边挪了挪，就说不能。吃完东西之后，我们出门查看了一下，这个季节草长莺飞，下了一夜的雨，地上全都是积水，更别提对面的山区了。不过高原上日头高照，这雨水估计下午也就干了。我以为胡爷会让我赶路，谁知他查看一下环境，摇头说再歇一晚。我觉得奇怪，难道路不能走吗？他指了指对面我们将要翻越的大山就说，坡度太陡，而且植被稀疏，一夜大雨，土石松软，今天不适合赶路。他瞧见我惊讶的表情，露出了几天以来第一个笑容，就说我们只是替白三爷办事，但不是替他卖命，我不能拿所有人的命来开玩笑。说实话，我这两年接触的人也算是多了，什么样的话没听过，个个都是唯利是图，怕死但又愿意搏命。胡爷这番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若被之前那些刀口舔血的人听了，只怕会说他贪生怕死，我却心中敬佩。古语云，生死大事也，为了利益冲动莽撞，轻易豁出生命的人才是真正愚蠢至极。他是我们这一行人的首领，既然他已经做了决定，我自然也不会反对，一行人便决定多留一天。白日里无事，我们各自瞎逛，藏民有马，豆腐借了一匹来骑，被摔下四五次之后总算能坐上马背上了。我俩在草地上瞎逛，四下无人，豆腐便说，那个大黄鸭嘴也太严了，我怎么套都问不出关于白三爷身份的事情。我挺意外说，原来你跟他打得这么火热，是为打探消息。豆腐挠了挠头，不全是，他挺逗乐子的，反正日子还得过呀，总不能一个个都黑着脸吧。只不过我和他关系不错，就顺便套套话，但没想到他嘴那么严实。这三个人都不简单，想套出话不容易，不过我看他们倒也不是唯利是图的人，往往越是这样的人就越不好对付。豆腐耸耸肩，反正我们暂时还不是敌人，就别想什么对不对付得了了。我还第一次骑马，好想飞奔一下呀，你可以试试。豆腐被我一怂恿，大着胆子一夹马肚子，黑色的瘦马飞冲出去，大约十来步之后将豆腐甩落一旁，滚了一身的泥。我捂着脸不忍细看，干脆自己回寨子里去了。我没想到会遇见懒货，这次他终于不懒了，站在一个院子里和一个老藏民说着些什么，片刻之后就跟着老藏民走了。我心中好奇，这小子怎么突然精神了呀，他是要去干什么去？我跟着走了一段，发现他们进了寨子里一个较为宽敞的建筑中，相比其他房屋的破落，这个建筑外表还有一些斑驳的彩绘，外围有石塔和经幡。懒货手里捏着他那一串红色手珠，规规矩矩地跪着，神色平淡，却显得极为的虔诚。我一时愕然，
觉得这是我加入过的最奇怪的队伍啊。一个惜命不愿轻易涉险的长眼，一个嘻嘻哈哈会些武功的机关手，一个总是打瞌睡却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藏族年轻人。白三爷是怎么招揽到这样一批人的呀？我靠在一根柱子上，看着虔诚的揽货，心里冒出一种古怪的感觉。一个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怎么会干下斗这种活人？要知道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讲究行善积德的，特别是佛教更讲究因果轮回。这揽货出身藏族，应该是信仰藏传佛教，同样笃信轮回。说难听点，他这不是当了婊子又想立牌坊吗？揽货虔诚地过了头，一直不见起身，我便懒得等下去，又到处转了转。就在这时，我看到有一群外人朝寨子里走了过来，他们穿着时尚，带着相机一类东西，明显不是藏族人。我记得揽货翻译过，这个寨子并不位于旅游线路上，很少有人平时会来的。怎么我们才住了一天，就来了这么一批人呢？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手札》，下集更精彩。